现在水都退了啦。捡蚯蚓的好时机，随便捡都有。鸡母虫，那鸡母虫超级小只的，还有一只蚯蚓。用手抓就有了，又有一只啊。下雨天，各种的都有啊，蚯蚓大便。啊，哇，一下就有了。那个不知道什么东西。搁浅的鱼啊，不知道什么。
楼也有不少时间吧。哦，大鲤鱼啊，真他妈的！啊，
也要起火，啊，你得大棍哦。啊。哦，可以了。OK， 两门。白慢呐、啊，漂亮呢，哇，真难抓。原来这个怪被人吃掉啊！拜拜。那个白鳗的黏液啊，这回去用碱性的东西洗一洗就好了。对啊，那个宝物啊，我黏液超多的。哦，我是五百啊，现在在这个桥下啦。OK 啦，柱子每一只都有东西啊，有些不咬了，看运气啦。好啦，我们下回再见啦，拜拜。